同学问到有关那个期末的部分哦，那期末的报，期末当然有原来是想说要不要上机考试啦，不过后来想一想哦，就是还有跟那个哈，你们学长讨论哈，他是建议是说哈，哎，也许好像还是用报告的形式哦，会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OK，因为如果考试的话呢，其实相对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而且程式哦，真的要现场把它写出来哦，除非说你要很专心啊，否则的话哦，真的是压力还蛮大的。对一般人来说啦哦，但对熟练的人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差别。OK，可是你们很多同学其实不是本科系的，所以哈，很多时候对程式应该相对是比较陌生的。哦，那当然呢，需要多一点时间哦，所以呢，我会想说呢，期末的报告部分的话，哈，第一个啦，哈，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形式上面呢，跟期中报告有点类似。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内容部分的话，哈，那么内容部分的话，我是希望哈，尽可能就是网络的资料，我们期中是采是啊、呃、开放资料去抓取资那个开放资料来用的吧，哈。那我在想说呢，期末部分的话呢，哈，当然呢，哈，哎，要不要就抓那个网络资料，类似像什么，类似像那个。类似像这种资料，哦，比如这个，比如说像中央气象局啦，或者是说什么期交所的这个网站资料，我这边有个期交所的网站资料，哦，类似像底下这个有没有这个网页资料，或者像大乐透那样的资料了，哦，OK，那只是说呢，哈，那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啊，如果假设啦，你会考虑到哦难度太高的话，不然你也许啊，哈，哎。可以用那个哈、哦，类似期中的那个开放资料来做，但是呢，形式上面呢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希望哈、哦，你们尽可能哈、哦、把那个我们这个之后教的这个制作图表的自动化哈、哦，把它加到你的报告里面，OK 哈、哦，尽可能，当然你可以的话，你就是多画一些图表，但画图表的部分的话，就当然不是用人工的哈、哦、土法炼钢的方法，而是用程式的方式。OK 哈、哦，大体上是这样子，哦，那细节部分的话呢，也许哦，我再归纳一下，也许我到时候再用那个就是书面的方式，会再贴到那个我们的 Moodle 里面哈、哦，来跟各位做说明。OK 啊、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主要哈、哦，我是希望你们能不能再把这个图表的这个程式的部分呢、哦，加到你的这个期末的报告里面。OK 哈、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组合，从台北的部分衍生出来，产生高雄的部分，啊，那再来的话呢，哈，如果我希望哈，把这些像有分气象气温跟降雨量哦，如果我希望哈，可以把它快速全部画出来的话，那当然最好，因为野心比较大了哈，所以呢，也许啦，我们可以这样拆开来看，因为野心先不要太大，我们先拆气温的部分，再降雨量部分啊，然后最后把它集结在一起。哎，最后也许，但目标是什么？把这个像刚刚这个图啊，全部画出来，画在一个工作表里面。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看怎么摆，你可以不要说摆垂直的，你可以左右各一个，有没有？你可以放你想放的位置。OK，如果图很多的话啦，那这个概念有点像那个现在有一个软体叫 Power BI 哦，也蛮像的。Power BI 里面的话，它概念就叫做 Dashboard 啦。就仪表板有没有？也就以后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图啊画绘制成一个仪表板，就很多很多，把它全部放在一个Excel 工作表里面。那怎么做啊？首先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拿什么？我们把全省的气温跟降雨量啊，但气温跟降雨量如果一次要全部拿下来啊，可能难度会太高，所以我们先针对气温的部分。也就是说，请各位第一步哈、哦，先下载全省气温好了。哎，在哪里？在这里，全省的气温。所以你把它点到气温，然后我希望怎么样？把这个表哈、哦，把它下载。但是呢，要把平均跟统计啊、哦、这两栏不要。然后呢，我就1到12月。然后另外的话呢哈、哦，这个列的部分的话，这个栏的部分是1到12月，列的部分的话就是每个测站的相关资料哦，都在这里，哦，把这个资料取得了哈、哦。那怎么做比较快啊？当然几个方法哦，哎，你可以土法炼钢复制贴啦，或者是说哈、哦，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像这边我已经全省气温了，你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当然呢，我试过在旧版会失败，可是新版好像 OK 哦。现在2019的哈，那你可以利用什么？利用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从 Web，OK，、okay, 从 Web 的部分的话哈，那你就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那并且哈，把这个从 Web 点一下，再来的话呢哈，它会跳出说你的 URL 就你的网址，把它贴上，就是刚刚的那个。中央气象局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复制它贴到那个基本就可以了，按确定，它会帮你找一下，一样哦，它会帮你找这个网页哦，特别说网页它的物件名称哦，它就是一个 document 一个文件，那它会帮你找里面的 table，OK table 的话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HTML 是 table 标签啊，不过我是觉得它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说哦。它让你避开，就是说你要看那个什么，看网页的原始码，这种，这个部分，它就直接让你秀出来 ，table 一，table 零哦，它的编号从零开始，那你会看到，就这个有没有？然后把它按载入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它资料就下来了 ，OK， 啊，我们再把什么平均跟统计期间删除，资料就 OK 了，哦。啊，最后当然呢，它下来的资料好像是一个表格啦，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那个把表格把它转换成范围，让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好、哦，把它移除掉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所有的资料就过来了，哦，那这个部分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新旧版还是有差别哦，新版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旧版没这个功能，新版才有了哈、哦，所以哦。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先汇整下来了 ，OK， 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而且这个版本好像是要2019以后才有，现在好像2019哦，2016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哦，所以如果假设了哈，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怎么办？哦，你用那个旧版好像会有蛮多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了哈，你可能要自己什么，看懂这上面的程式，要用一些方法，比如像刚刚我们这个 table 啊，你可以。像气温这边按选取按右键检查一下，其实你变成说你要自己看懂上面的什么 这个上面的 HTML， OK 里面的像我们这个表格它在哪个位置，其实你会发现啊就这个位置 DI 它放在一个 DIV 里面，那 DIV 里面的话有个 table 啊，其实就这个 table 啦，那你会发现哦，在这个网页里面哦，其实也就只有一个 table 哦，所以你其实 Ctrl F，你甚至可以把这个 table 啊，前面再加一个小于，表示说呢，在这个网页帮我找找看，有几个表格的形式，你会发现啊，其实就只有一个，所以你会发现呢、啊、哈，像刚刚那个就是从 web 那个功能啊，实际上它就让你避开什么，看懂这就是它实际上就是帮你解决了你自己要手动去看那个网页原始码这个麻烦点。但是我是觉得它这点倒不错，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啦，因为它蛮多地方，像我自己习惯哈，还是会自己去看一下原始码，然后从里面去抓我要的资料。OK， 那、啊、目前当然哈，你们如果有这个功能就先用吧哈。所以第一步的话呢，请你把什么这个全省的资料给下载下来，那、啊、总共的话有26啊，减一的话当然就25。哎，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哈，可以帮我把那个图哈。分别画出来了，画在哪里？也许就画在旁边好了。但问题好像放不太下，淡水画一个，画在这里。好，然后呢，再来什么？隔一列，然后再安部画一个。可是画在这里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希望怎么样？最好可以画在另外的工作表好了。可是我要怎么看可以画在另外的工作表呢？那当然我们要画在另外的工作，可能要分三个阶段玩。第一个先画一个淡水好了。淡水 OK 之后，第二个的话呢，再画全部，对哈 ，OK， 总共25个嘛，先啊，你25个先画一个可以，其他 OK 哈，然后再来的话，想办法把它放到另外工作表，所以可能会有三个阶段哦 ，OK， 啊，请各位先试着哈，把那个就是中央气象局上面的气温资料哈，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哈。